回到河北大街了啊！刚才我们是从道南，还有这个秋新路白处那边转了一圈，然后现在拐回了河北大街，现在是河北大街中段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儿有一座桥，下面也是一条海河。哎，这个河没有结冰。这条河离大海比较近的，不过汤河离大海也很近啊，汤河都结冰。这边的话就是，我记得有很多渔夫在这条河里边，可能也在青海附近。然后路的两边就有很多卖海鲜的。小鱼水船、秦港海鲜，都是卖海鲜。后面两辆车撞了，就是在这一堆卖海鲜的小店的中间的这条路。这个是海洋学院啊，应该是河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，是农大是在保定嘛，但是他们研究海洋的这一块的专业是在秦皇岛。掉头了啊！因为刚才的话再往前走，那条路是死路，其实也是通往秦皇岛港的，但是并不是路。然后海洋学院这块呢，也是32路终点站，32路贯穿整个河北大街。像我前两天从坐车从太阳城去燕山大学，坐的就是32路。礼拜五，这边学生应该在上课，现在比较早，应该没有体育课。